父老乡亲，在座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哎呀，你说啊，这人就不能太火？你就像我们这帮小鲜肉来说吧，是不是？这个谁还没有几个助理呀？我好几个助理，真的。哎，这今天要拍戏了，这助理怎么还没来呢？都助理，小刘，哎，儿子，儿子，哎呀，吓死我个亲哥！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咋的呀？你想让我念念我四舅老爷呗？是不是？儿子，咋你得绝症了？谁得什么绝症？大过年说呸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关键是你当不了我助理，我助理都跟我很多年，我一个眼神他们就明白啥意思。那从你出生我就照顾你，我有啥不明白的呢？再说了，咱就他四舅老爷躺床上一动动不了，就眼睛能说话，我跟他就用眼神交流啊。行，那我现在用眼神给你交流一个，你看你明不明白？来试试。看着啊，你别美了，美啥呢？干那儿啊？交流吗？不是交流，你知道我说的啥意思啊？这反正照你四舅老爷那就是要拔尿管的意思。你呢？我想喝水。差不多。差远了，那都不是一个系统的玩意儿，都是。慢慢学呗。你行了，你这时间来不及了，不行，那你就给我装助理行不行？这行，我能干了。那啥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跟我对戏那个人叫恶伯，是我同学。大学的时候我俩处过一段，让我给踹了，知道不？所以说呢，这么的啊，拍了几个戏，完了搁这给我膨胀。今天晚上你一会儿你那啥，给我长点脸啊。没问题，收拾收拾的。行，走吧。你提了这些大蒜、什么土豆来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，我这不寻思给你包点饺子啥吗？菜肉全拿。哎呀妈呀，真是，我先给你生不起了。我连蘸料、醋、酱油都带来了，我告诉你。什么玩意儿都是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喜欢的伯伯，给大家拜年啦！伯伯，我爱你！哎呀，我要给你生鸡崽子！哎呀，这位粉丝，不要拍了！不要拍了！哎呀，不要拍！姐呀，起来吧，没人拍你。哎，这位粉丝怎么还追上台了呢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拍。来，再来一张。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拍你呢，姐，你说我又给你当助理，偶尔还客串粉丝，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别整那没用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来这个男演员叫乔山，是我大学同学，大学的时候呢跟我处过，后来被我踹了，这对我怀恨在心的呀，哎呀，天天说我坏话呀，今天咱俩必须继续灭一灭他的气焰，听不听见？懂，我给你整明白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恶伯吗？哎呦喂，这不是乔山吗？哎，我呀，最近嗓子不太好。啊，我们伯姐意思是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你这脸蛋子怎么有点沉甸甸？我这嗓子最近也不好。我儿子要插尿管儿。你说什么玩意儿呢？说什么玩意儿呢？过时。谁是你儿子？我是你儿子吗？那你是我爹啊。我能当我自己的大爷是不是？这都啥辈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叫我儿子，
你叫我山哥。我山哥。哎，你得叫我山哥，我助理都叫山哥，我同学干啥的，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啊，给面子，山哥，山哥。我山哥啊，要插尿管。你怎么就跟插尿管过不去？这是插尿管的意思吗？这不是要喝水的意思吗？啊，对不？我山哥要喝水。你给我整的，你跟人喊什么玩意儿？我给倒水。怎么山子他老想给你拔尿管插尿管呢？肾不太好啊。我肾嘎嘎的，啥毛病没有。这不上次吗，这个领他上那个剧组里缺个角色，完就让他顶了一下子，演一护工，老给人拔尿管，完了也出不了戏了。你说这玩意儿，哎呀，领他死了。哎呀，上次你这喝水的器皿挺格式啊。环保，你可哪边拉去。喂，啊，他搁这呢。那个，山哥，我媳妇儿找你。是那个弟妹吗？是弟妹吗？没妈，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我没喊你弟妹，我喊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老骂我呢？不是我爸到这儿了，你说你这电话来的太不及时了，这不弟妹吗？是吧？好了好了啊，行了行了。哎呦我天！哎，我说你媳妇儿脾气那么大呢，训我怎么跟训儿子似的呢？那我媳妇儿有毛病了，回去我收拾了。那个楠楠啊，哎，姐在这站两分多钟了，累了。懂。我也站累了，给我整个椅子去。椅子？椅子？他处理那椅子？出门带椅子有病啊！我坐哪儿？来，坐这儿，软乎。呀，怎么的？剧组没给你安排房间呢，打算睡这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，我要贴地气儿。那你这地气儿贴的不太彻底呀、啊。这小样吧，我贴的地气还不太彻底。哎哎，大哥。这回贴彻底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椅背我都忘了啊！没事啊，你这个别整了你。哎呀，怎么的？最近挺火吧？还行，也不太火，就是拍了一个挺有名的电视剧，叫《老九门》。不对呀、啊。那老九门都是我们鲜肉一派的戏呀、啊，你咋混进去的？再说了，那戏我也看了，我没发现你，我没看着啊。那不可能啊，我女一号啊。不是你那戏叫什么名？老九门。你等会儿，你别整这滑了过去了。你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清楚，叫什么玩意儿？老九串门。我的妈，老九串门啊，这一听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没事上人家里说闲话去了。哥，你说错了。好的，我姐演的是个寡妇，改嫁了九次，串了九家门，所以叫老九串门。我天哪，哎，